泰国第12天，今天早上刚刚要去参访药局，然后我现在买早餐，四本，只有冰的，没有热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吐司。7, 第一次在这边买咖啡，没有热的，只有满满的冰块。而且我刚才要点吧，就是点拿铁，然后说拿铁没有，然后往下点卡布奇诺还是摩卡也没有，然后它只是 American 跟那个什么 Espresso， 就是我印象中的 Espresso 是压缩浓缩，所以我怕我一喝等会就嗨了，就我加糖的部分，好甜。他们的饮料虽然都这么大杯，但是大概有一半是冰块，所以真正饮料大概就是半杯的量。没关系啊，一杯也是30块。早上的咖啡，就是那个宿舍楼下，我声音好厉害。这是宿舍楼下，然后外面就有学生在等车上去，有看到那个摩托车，就是他们会叫 Grab， 因为校区很大，所以会需要移动的话，会需要就是人家载。看这是摩托车，还没有戴安全帽。哦，总之就是，因为校区很大，如果你住在州要去你的学校的话，其实移动上可能会需要交通工具载你，然后你可以就是搭校车，但校车的路线就是可能又没有包含到很完整，所以可以用 Grab， 就是叫计程车、叫嘟嘟、叫摩托车载你都可以。所以外面有一堆学生在等。早上要来参观药局，因为后面那一栋。然后呢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马路，这里的马路真的是世界有点难过了，只要没有红绿灯跟斑马线，我都过不了。只有我一个人，是因为呢，有一个人去看医生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陪他。然后呢，有人买早餐，早餐不小心被这边店员掉在地上了，所以呢，就在等，又狂奔。所以呢，我这个腿比较短、走比较慢的人，我就先出发了。不过我刚刚看他们应该在后面。哟哟哟哟！哎呀，被跟上了 ！Safe in a hurry！ 好，还顺便吃完早餐了呢。为什么会这么快？总之，安全上线。我先走是对的呢。So shake out because it will wave and height and the hypotension. Platform will be 5,000 and get 5,000 for the. 身高200，这是正常的吧？To sell their own food. That's it. Hi. 我要下去吃午餐。中午来吃餐厅，然后这是它的面的部分，但是它小碗18，大碗60，为什么这些价钱差成这样？我们就来看到底小碗跟大碗差多少。小碗的18块。大碗的65块，现在应该是点小碗的3碗还是大碗的一碗？真的好笑，我就吃完了，18块，可以了。你们为什么比较多？感觉，希望不会很辣。餐来吃拉面，这是 CM Paragon 楼下的叉烧面。对，因为上次吃不到两口，然后就掰了。这次希望可以至少吃完半碗，谢谢。然后据说是泰国必吃，最好吃的六大拉面店之一。快到了，其实就在下面。
因为现在刚吃完饭，才六点，天还这么亮，我不想那么早回宿舍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接下来这附近，刚刚那一圈已经逛的差不多了，就搭 BTS 搭他的地铁去下四站的 Terminal 21，好亮的。然后那这边还有很多按摩店，我想说我就先来预约按摩，因为通常预约了不会马上要走，可以通常要等个一两个小时，我想说就先约，来去逛街。我订成功了，7:30，我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逛街。这家叫 Urban 啥来着 ？Urban Retreat 哦，在阿首站隔壁。对，然后好漂亮。然后我订了精油一小时，因为它现在在特价，就给它按一下。虽然晚上没有做什么事，我今天就只是上了一个下午的经济学。它真的是经济学，就有点像公民课的那个经济学，超酷的。现在想办法过马路，怎么过马路 ？OK， 过马路，把手站。Terminal 21，它就是做的像机场一样，所以你会看很多 gate。然后每一层呢都是不一样的目的地。Terminal 21，我到现在我大概会每一层一层逛逛。然后这里的美食街听说很好吃，但因为我不是吃饱来的，所以下一次。被按头皮，所以现在点好乱，好乱。全身油压也很舒服，就是身体都会暖暖的，然后颈啊、头部啊、喉咙、脚啊，等一下喝大水，就是从颈、脚啊、背啊、脚、腰、背、肩颈，还有头皮，又有头皮。快睡着了，是他叫我翻面的时候才哦翻面了。这样我已经体验了三种，都很舒服了。第13天，中午跟。新朋友在一起吃饭，然后走到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区。干净的小店吧，或者是百货公司之类的，反正我是吃不起路边摊我的胃。那边是名字。
谁的机？我今天上课也在那 MBK 旁边。Orange 的部分。上周开始下雨了，这就是太国旗。门一打开就好冷。乔德夜市原本是一个火车夜市改建。现在不敢吃 Brownie 这叫什么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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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帮你单色弄漂亮，哎，这样很好看。
对，然后。可以养那蝴蝶兵。然后，哎，如果有图案的话，就往上加，就是400多500多。前面就是买饮料、买酒、买夜，然后坐在这边。草东夜市，这边好像就是个火车夜市，然后重新改变，然后这边的地都是水泥地，就是适合，就是开给观光客的夜市，就是还算干净啊。吃的有玩，哎，没有玩，有吃的，有衣服，有酒精。突然不知道怎么讲，总之就是夜市，一个目前逛到现在干净的夜市。一直在秀我的自己，这样。